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612面，倒数第四行，寿乐无极第32，念老为我们介绍本品，名极乐世界，寿乐无极，首贤彼土会众殊胜。劝于清净，即民国土微妙，劝于往生。这是第一品经的大意啊。这品经呢，分为两个大段落。第一个段落呢，是介绍极乐世界会众的殊胜啊，就是十方往生的这些大众，劝导啊，我们应当要清净。后面一段呢，是说明故土的微妙，居住的环境、生活环境、学习环境都是微妙到基础，劝我们一定要求往生。现在我们看经文，佛告弥勒菩萨：诸天人等，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，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，何不列为善，念道之自然。这在一品经的开端啊，佛就讲极乐世界一真庄严介绍给我们了。后面经文呢，叫广述啊，就是详细的说明啊，这是个纲领啊。看看极乐世界的诸天人等，这个意思就很深，完全说的是凡圣同居土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念佛往生就去这个地方，所以这个地方特别介绍，也介绍的特别详细啊。我们到极乐世界是天人的身份啊，这个身份我们在现在可以争取啊。什么是人的身份呢？我们能够把三个根扎稳了，就是人的身份啊。弟子规、感应篇、十善业真的落实了，做到了，你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你来生也不是人生啊，你不会堕三恶道，这人的身份。如天的身份呢，也被这个提升。十善业道经上告诉我们，上品十善，这升天的因呢，中品十善呢是人道，下品十善呢是阿修罗道啊，罗刹道啊。这些人
念佛往生呢，都是生凡身同居土啊，所以特别用天人啊，他不是说这个声闻缘觉啊，声闻缘觉往生是方便有余土，可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们就等同声闻菩萨，这是上两个层次的啊，方便有余土是声闻缘觉，十宝庄严土是化身菩萨啊，功德智慧不可称数。那么诸天人等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皆作阿惟越智菩萨，这是肯定的，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第二十愿。啊，所以在此地呢，专门要为我们介绍声闻菩萨的功德智慧。啊，这个里面包括了诸天人等。那么尤其国土微妙安乐，刚才我们讲了居住的环境、生活的环境、学习的环境，可以说都真正到达尽善尽美啊，丝毫缺陷都找不到，这清净如此啊，这样的清净。下面的两句是勉励我们：何不立为善，念道之自然啊？为什么我们不努力修善啊？这个善呢，就是往生极乐世界，这才叫真善。如果不能往生极乐世界，那我们一定要知道，这一生呢，决定是随业流转啊，没有一个人能够避免的啊，也就是说你一定要去搞六道轮回啊，六道轮回也太辛苦了啊，下面经文都会讲到。我们敬宗同学在学会成立之初，那个时候我们在美国，我写了个缘起，缘起当中啊，也就定了我们扩松啊，所以我们敬宗的扩松本呢、啊、重新定了。我们没有大悲咒是小咒，楞严咒没这些东西。我们的早课用第六品四十八愿，晚课呢就是三十二品到三十七品，这个六品经啊，我们早晚课诵一定要念的啊，这是这一部经里头最重要的部分啊。四十八愿，我们希望我们的心同佛心，愿如佛愿啊，三十二到三十七这个六品经啊，是行经。清凉大师讲的，这经有四种啊，有教，这文字是教，教学的课本，这个经叫教经，这里都有道理，道叫理经。
里面教我们怎么去做，那是要我们去行，那是行经。行了之后要去证，啊，怎么证呢？在行的当中，证明经上讲的道理，经上讲的方法，啊，你把它证明出来，说教理行果四种经，每一部经呢都具足这四分，啊，教理行果这四个部分，啊，所以要行呢，啊，教要相信，理要能理解，啊，解其理，啊，真心，真正去干，你才能证果。啊，净宗的证果，往生就是证果。啊，这个果啊，无比殊胜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往生之后，决定一生成佛，证得究竟圆满。啊，八万四千法门里头所没有的，啊，只有这一门呐。这一点呢，我们搞清楚了之后要特别重视，啊，真的，我们一定要努力为善。为善就是要断恶，把我们些毛病习气统统把它断除。啊，往生真正的条件，我们不能不知道。真正条件不是形式。啊，佛讲得清楚，心净则佛土净。我们无量寿经上把这个条件限制出来了，三等：清净心，生凡圣同居土。平等心，生方便有余土。后面那个觉是大彻大悟，生十宝庄严土。你看，条件都讲得很清楚啊，在经题里头啊。啊，这后面两个我们拿不到，前头一个要拿到。啊，就是一定要清净心。啊，清净心的修法，我也讲过很多次。什么最清净的？阿弥陀佛最清净。阿弥陀佛这一句名号，六道里都没有，十法界里头也没有。十方三世诸佛刹土里头也没有，哪有啊？西方极乐世界有，阿弥陀佛那儿有，所以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就是跟西方极乐世界相应了。西方世界是净土，是一切诸佛净土里最殊胜的净土。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就修最殊胜的净土。啊，那我们现在修这个净土有问题，问题出在哪里？杂念太多。啊，所以我们得好好算算这个账，一天24小时，我有多少小时在念佛？啊，阿弥陀佛。有多少小时啊是杂念？如果我们的佛念超过杂念，你就向着净土了。如果杂念多过佛念，这一生往生有问题啊，没有把握往生啊。一天24小时啊，我们念佛要超过12个小时啊，不一定要口念，心里有就行了。啊，经上讲得很清楚，一佛念佛，
现前当来必定见佛，一佛是我心里头有佛啊，常常惦记着佛，心里有佛啊，口里虽然没有念，心里真有，那叫念佛。念佛是心里头有佛了，心里没有佛，口念不行的，没不管用啊。啊，所以东风禅师在西念佛寺里头讲了两句话，那两句话讲得真好啊。说我心即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即是我心。啊，此方即是净土，净土即是此方。这两句话把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讲尽了，极乐世界没有边界啊，广大没有边际啊，包不包括我们的世界呢？包括。为什么我们见不到呢？空间维次不一样啊，所以你明白之后啊，阿弥陀佛在哪里？当初出生，就在眼前，随处灭尽。没有距离，没有先后，没有先后，没有时间，没有距离，没有空间。那是什么？哦，原来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跟我是一体，一体才没有空间，没有时间呢，真是一体，一点都不错。啊，所以世尊讲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一体吧。是什么佛呢？我们念阿弥陀佛的就是阿弥陀佛。念毗卢遮那的就是毗卢遮那。为什么？一切法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这大家都知道，佛没有在这一句话加注解啊，阿弥陀佛例外，华藏世界例外，没有加这个注解。没有加这个注解，就是说极乐世界也是自己心现识变的，华藏世界还是心现识变的啊，至于阿弥陀佛毗卢遮那都是自己心识识变的。这个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这是事实啊！啊，所以经典上有一句话：“若人识得心啊，大地无寸土啊！”啊，你真的明心见性了，你什么问题都解决了，没问题了。啊，没有见性，问题很多。见心之后一个问题都没有了啊，清净极灭的德现前了，这都是我们自己本有的，每个人都一样的，没有哪一个跟哪个有差别，没有啊，真正是清净平等觉啊！啊，我们应当努力为善，决心在这一生当中往生极乐世界，其他的事情都是小事，不值得一提的，不值得放在心上。
啊，放在心上，只有极乐世界阿弥陀佛，我们这一生就圆满成就了。啊，现在我们看黄念老的注解，右段双标，彼国甚终极刹土，劝喻往生。啊，这是前面这一段经文宗旨。啊，言语很简单，目的是劝我们往生，努力为善。佛告弥勒，从此品起，弥勒菩萨最为当机，阿难次之。这一部经当机的是两个人，前半部就是三十二品之前是阿难尊者当机，三十二品以后呢，弥勒菩萨当机。啊，随着那佛不是叫阿难了，佛告弥勒菩萨。前面我们看到佛告阿难，啊，这个看到了佛告弥勒。第四十六品，这在后面，佛告弥勒。啊，这是引用，从这个地方你看看，一直可以到四十六品，全都是弥勒当机。啊，都是佛告弥勒，我今如理宣说，如是广大微妙法门。这就是这部经。啊，佛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好像是个学校，阿弥陀佛是校长。啊，介绍这个学校，介绍这位校长，希望我们呢去入学，到那个地方去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育。这个学校毕业就成佛了，而且保证你毕业啊，你自己也会有信心，一定会毕业，不会留级啊，也不会被开除。他的修学环境实在太理想了啊，我们意想不到啊。这是阿弥陀佛对我们的恩德了。学校设备好啊，阿弥陀佛做大施主，不要我们交学费啊，只要我们去，所有一切物质享受啊，一切丰足啊，阿弥陀佛亲自讲经教学啊，西方极乐世界的人跟我们这个世界不一样，我们这个世界血肉之躯啊，阿赖耶的相分，西方极乐人的身体是法性身，居住的环境是法性土，跟我们这里完全不一样啊！我们这边身是阿赖耶变现的，土也是阿赖耶变现的啊。土是阿赖耶的相分啊，这个心啊，精神这一部分是阿赖耶的见分，不是真的。所以那个地方叫一真法界啊，它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假的呢，假的是无常的，念念生灭，保不住啊。那真的呢，真的是永久的，永恒不变。
在极乐世界活到一万岁，还是那么年轻，好像没改变。啊，你到那个地方现的相，大概就是我们一般讲十几二十岁的相，永远就是那个相。在极乐世界活多少年呢？啊，现在我们就华严经上来讲，至少是三个阿僧祇劫，那叫无量寿啊！阿僧祇劫永远年轻，没有看到你衰老，这个好啊！啊，因为法性身不要营养，不要吃饭，也不要喝水，也不要睡觉，你看看这个多好啊！所以他的学习啊没有中断了，啊，永远在学习。老师阿弥陀佛讲经讲不厌呢，学生听课听不倦呢，越听越欢喜啊，越听越有精神了。啊，这法喜充满，常生欢喜心呢，这个学校你不去大学啊，你再找不到第二家了。我们感恩本师释迦牟尼佛啊，都他介绍过，没有他我们怎么会知道啊？所以这一部经不但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一切经里头的第一个代表，这一部经就是一切经，一切经的精华就在这部经，而且就在这部注解。啊，所以我学了这么多年呢，我看这部注解，这部注解已经讲了四分之三了，我非常欢喜。啊，我发现的是，中国孔老夫子集大成，大成至圣以先师。孔子没有著作，没有发明。啊，他老人家一生所学、所修的、所教的、所传的，全是古圣先贤的东西。我们回过头来看，这两位大德，夏莲居集大成，黄念祖集大成，啊，夏老是集无量寿经的大成。你看五种原一本的汇集啊，黄念老是集注解的大臣，他这里面总共引用了193种经论跟古今中外大德的著述，在集大成呐，这个难得了，太难得了！啊，群书之要印出来了，很多同学看到了，那是集中国最早的2000年，从皇帝、三皇五帝到近代。大概是2500年啊，经十子的大臣啊，这一本书你就本，他总共用了65部书，你就全都读到了，这最重要的。那我们读这个注解呢，最重要的念老给我选择193种，你全都得到了。那这个本子对现在人的上最奇迹不过了。啊，我们没有时间去读那么多东西啊，这一部就代表全部啊。华严经说的是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，多这一部全部都得到了啊！还有哪个教科书比这更好
念老当年回籍，我到北京去访问他，到他家里去，看到那些都参考东西堆在那，堆了一大堆，这房子几乎堆满了。我说我送一部藏经给你，他说你看我没地方放啊，真没地方放。那这东西找不到啊，怎么找到这么多啊？我也是喜欢找书的人啊，我找的没有他多啊。我跟李老师学经教。有关所学的这些参考资料的时候，确实你说《法华经》找了20多种，《楞严经》也有20多种，你就相当可观了。他能找到193种。这不能不佩服啊！怎么来的？我们有理由相信，不怀疑，阿弥陀佛加持来的。阿弥陀佛替他找的，阿弥陀佛送给他的。要不然怎么能够在两三年的时间，这注解就成功了？真不可思议，感应道教。我在台中学经教，几乎想要什么书，都能找得到，都会有人送给我。但是比不上黄连老。他超过我很多。所以注解是集大成啊。这个了不起啊。圣人所做的事情。我们今天有缘能遇到。能人手一次得到，这真是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们不能不珍惜，不能不认真学习。这个地方佛告诉我们，何不立为善，念道之自然。详细讲解在后面。应当努力为善。善中之善，第一大善，无过于念佛。因为佛号是善中之善，事出世间所有的善都在这一句佛号里头。念一句佛号，把事出世间的善都念完了，就念圆满了。那还念别的就错了，别再念别的了。别的是一句部分呢，这是全体。抓住阿弥陀佛，绝不放松。这一生就是圆满成就了。所以说是，如理，我是阿弥陀，是释迦牟尼佛自称。我今如理来宣说，这个理就是实相，就是真相。真相是什么样子，我就怎么说。我没有添一点，也没有减一点，这叫如理。句句是实话了。经宗是广大微妙法门呐。一切诸佛之所称赞呢，这句话是证明。这个意思是，不是释迦牟尼佛称赞，他是广大微妙法门。一切诸佛都这么称赞。
啊，佛佛都认同，佛佛都肯定，啊，他是第一广大微妙法门，付诸如等，做大手。啊，世尊，要把这一桩大事交给弥勒菩萨，这个重担啊，就是传这个法门，弘扬这个法门，这一桩大事交给弥勒菩萨，做大守护，守护正法。让正法了常住世间呐！啊，这段文都在后头，第46品里头的。啊，念老在此地引用：故知弥勒菩萨当来下生，必尊佛付诸宣言本经。啊，引用这个就是这个意思。啊，我们从这个世尊嘱咐来看这桩事情，弥勒菩萨将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实现成佛，肯定要讲这部经，要介绍这个法门。微妙安乐清净啊，这是讲西方极乐世界环境用这个三句话：微妙安乐清净，会疏运庄严超绝，故云微妙。佛经上讲的庄严，我们世间人通常讲真善美好，就是庄严的意思。真善美好到了基础啊，你找不到缺陷的，啊，你在这个里面享受，决定不带一丝毫的副作用。啊，这叫微妙，无有苦恼，故曰安乐。不但没有苦恼的事啊，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连一切苦恼的名都没有。那我们这里有怨有恨，极乐世界跟他讲怨恨他听不懂，不知什么叫怨恨，他都没有这些事情嘛，所以也没有这名称嘛。啊，你在那里给他讲生老病死他也听不懂。啊，那那个里头从来没有见过生老病死的。啊，是这些名称呢在极乐世界都没有啊。啊，不仅是三恶道啊。啊，恶鬼出生地狱了更没有这种东西了。啊。啊，这里清净。啊，安乐无漏相，实相相故，故云清净。啊，无漏，漏在佛法上是烦恼的代名词。啊，无漏呢，烦恼断尽了。啊，这里面包括三大类。见思烦恼、尘沙烦恼、无明烦恼，通通断尽了。
啊，《华严经》上，他用另外一个名词，啊，他用妄想、分别、执着。妄想是无明烦恼，分别是尘沙烦恼，执着是见思烦恼，这通通都离开了，都没有了。啊，烦恼都没有了，才叫清净。啊，所以他们的境界是实相，实是真实，相是现象，这些现象是真实的。什么叫真实的？永远没有变化。如果有变化，这个相就是假相。啊，佛法里面真妄的界限呢是这样定的。啊，你看在我们这个世界，人、动物有生老病死，这就是假象，不是真相。植物呢有生住异灭，山河大地有沉住坏空，所以在这个世间呢，佛说了一句话叫万法无常，刹那刹那在变化。啊，它真相啊，我们不知道啊。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一弹指有32亿8000年，念念成形，形皆有实。这是把我们娑婆世界的假象说清楚了，说明白了。这个世界所有的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，全都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从哪里来的呢？从念头来的。大乘经上常念，我们也念得很熟，但是真的意思没懂。佛常讲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我们就念过去了，不知道这个心想生到底是什么意思啊。啊，我也是一直到最近这个两三年，啊，同学们有拿到科学家的一些报告给我看，啊，其中有德国普朗克的报告，我看了这看了这非常惊讶。啊，佛这个一切法从心想生，我才真的明白了。啊，原来完全都是频率产生的。啊，好像还有一个报告，我也是很多年以前看的。那5、6年前在澳洲时候看到的很长一份报告啊，弦定律，宇宙之间呢，对，就像弹弦一样震动的这个定律产生的，这个比喻比喻得好啊，说明整个宇宙的现象都不是真的。啊，这个里面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都不是真实的，啊，都属于一种波动的现象。这个波动啊，频率非常高，速度非常快，啊，快到我们无法想象。
啊，科学家说出来了，但是没有说出数字。弥勒菩萨说出数字，你看一弹指32亿8000年的数字说出来了。现代的科学，他们用的单位是秒。弥勒菩萨讲弹指，那我们一秒钟能弹多少次？我相信弹得很快的，一定会比我快。我能弹4次，我相信可以有弹5次的。如果弹到5次的话，5×32亿8000年，那就是1600兆，一秒钟震动多少次？1600兆次。这就产生了大千世界啊，大千世界是这么来的。那如果不动呢？不动大千世界就没有了。所以佛说万法皆空啊，啊，包括华藏世界，包括极乐世界，没有例外。佛没有说极乐世界例外，没说。啊，极乐世界也是空的。不过我们这个世界要跟极乐世界比呢，就好像浮游一样，朝生暮死，它太快了。啊，极乐世界，比如说人寿100岁，水里头那个浮游，它的生命只有几个小时。那几个小时生命看到人100岁的，那不叫无量寿，那不叫活神仙吗？就这么意思啊。我们跟极乐世界比的时候，我们就像浮游一样，啊，朝生暮死，啊，极乐世界人那就是长寿天呐。啊，长寿有没有好处呢？好处可多了。啊，最大的好处，它有那么长的时间，修成佛道啊。成了佛，那就真的无量寿了，那就不是有量的无量了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极乐世界十报庄严土的长寿是有量的无量啊，但是我们可以称它为无量的无量。为什么呢？它有量的无量是直接通到无量的无量啊，它能证到无量啊，它最后证到妙觉的果位就是无量，就真无量啊。妙觉不住在什么土，他住长吉光啊，住长吉光找不到他了。为什么？长吉光3种现象都没有啊，长吉光没有物质现象，没有精神现象，也没有所谓的自然现象，全没有。长吉光在哪里？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我们就见不到他。为什么见不到？就是他没有3种现象。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能够见到物质现象啊，眼能看得到他，耳能听得到他，手可以摸到他，物质现象。第六意识是思想，可以语言到精神现象啊，乃至于自然现象。如果这3种现象都没有了，我们的80仙王的作用统统圆不到了。
那就没法子了。啊，这就是佛常说的八十五十一心所远不到自性。啊，科学家用六十啊。啊，严格比舍神医啊，通通用啊，去研究啊，啊，这是科学。啊，佛说了，用这个东西去研究，可以圆到宇宙的边缘，叫宏观宇宙，可以圆到阿赖耶。阿赖耶就是今天讲的量子力学，它可以圆到。圆不到自性啊，真如本性他圆不到，就是刚才讲过了，真如自性没有三种现象那怎么才能够明心见性？佛说了，为正方知。怎么证？放下便是了。啊，你看佛教导我们，放下执着，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，决定不执着了，就是见思烦恼断了，你证阿罗汉果，没见性。啊，对于明心见性是进了一大步，再努力把分别放下，分别是尘沙烦恼啊，放下之后啊，你证得菩萨的果位，可以说到见性的边缘没见性。啊，比阿罗汉进了一大步了。然后再讲最后的起心动念放下。啊，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眼见耳听，这怎么样？不起心不动念，那恭喜你，你成佛了。你超越十法界了。你到一真法界去了，那个地方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啊，为什么还有四十一个阶级呢？习气没断，烦恼断了，确实不起心不动念了，起心动念的习气非常微细，没办法断的，只有一个方法，随他去，不要去理他。时间久了，自然就断了。啊，多长的时间呢？华严经上讲三个阿僧祇劫，要这么长的时间，自然就没有了。啊，所以我们晓得，原来诸佛十报庄严土是无明习气变现出来。啊，无明习气没有了，十报庄严土就没有了，所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最后只有一个是真实的，常寂光是真实的。啊，常寂光不生不灭了，不垢不净，慧能大师开悟进行了，他提出的报告二十个字，五句话啊，告诉我们自性是什么样子，本质清净，从来不染，我们现在的自性没染，纵然造作罪业，
堕到地狱了，变成畜生恶鬼了，也不然。那慧能大师见到了，本不生灭，他没有生灭，连十报庄严土都有生灭。啊，我们不起心不动念了，十报庄严土生了，这是现前了。我们把这个起心动念那个习气断干净了，哎，它就没有了，十报土就没有了，啊，常寂光就现前了。你看，这是事实真相。学佛终极的目标是帮助我们回到常寂光啊，回归自信啊，那叫功德圆满啊。华严经上称为妙觉如来啊，在等觉之上啊，常寂光只有这一个位置，通通都是妙觉如来。不像十八图，十八图有四十一个位置。啊，这叫实相。啊，清净。盖为极乐一切思想啊，皆是无漏之妙相。啊，我们对上面所说的能体会到一些，这个地方也就能体会到少分啊，无漏的妙相。无漏分是自信的，自信现的，里头没有实。啊，佛家嘛，的现象啊，是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西方极乐世界，只有唯心所现，没有唯识所变，所以它不是无常的。啊，设法界是无常的，因为它有唯识，唯识它就产生变化。啊，它没有识，它就没有变化。啊，它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它就没有变化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了解一个事实真相，如果我们地球上的居民都像楞严经上所说的时时用根啊，时是什么呢？分别执着，我们把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不要了，我们只用根啊，根就是自信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啊，他也不起心，也不动念，但是他有起心动念习气，习气不要紧，就现十报庄严土，跟极乐世界一样。无论是于事无理于理，地球跟西方极乐世界的报土没有两样。啊，两样是我们自己心不一样啊，才就变成两样了。啊，极乐世界的人没有分别，没执着，也不会起心动念。啊，极乐世界有三土。啊，所说的这些话，三土当中十报庄严土才有这个现象啊。为什么呢？同居土十没断，方便土十也没断啊，没断它就会变了，那不跟我们这一样吗？
不一样。这不一样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他把他管住了。也就是阿弥陀佛这个能量太大了，众生所有的业力他都能把它降服住。这个是真正不可思议啊。声闻缘觉不同啊，连全教菩萨也不同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力量啊？实在讲，这个力量佛也常说，至心一处啊，无私不办了。那我们就晓得，阿弥陀佛，至心一处的功夫啊，他达到了顶端了，所以产生这么大的能量。科学家发现的光，我们的灯光，光是四面八方通通照啊，分散的，各一张纸它都穿不透，都能把它障碍掉了。为什么？它散掉了。如果把这个光集中起来啊，让它只变成一条线，那个力量就大了啊，它连钢板都能穿透。那不现在不要镭射吗？镭射就把光聚集起来吗？你看，你把它集中在一块，它产生那么大力量，分散就没有力量啊。佛告诉我们，力量最大的是意念，意念要集中在一处，你看可以建造极乐世界，这还得了啊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今天地球上这么多的灾难，你害怕不害怕？不害怕了。为什么？我可以把它制止啊！你可以能叫火山不爆发，你可以能叫这个波涛啊、海啸能平息下来。这你其中一出，你就真能办呢、啊。这个集心集在一处，就是禅定。能够震动到太空，能够控制所有的星球，不是做不到，这不是个梦想。什么人能做到？我们在经上学了这么多年了，我们能够肯定八地菩萨可以做到啊，那个功夫够深了。八地菩萨见到阿赖耶了，不要用仪器啊，他眼睛就看见，他就能接触到，他就能听到波动的声音，那极其微细啊。那八地以上，八地、九地、十地、等觉、妙觉，这五个位次的全看到啊。宇宙之间所有一切法
全是意念变现的，包括极乐世界，包括华藏世界，也包括我们这个世界，通是念头啊，谁的念头？自己的念头。这一点都不假啊！我们自己的念头能够改变我们的身，生命能改变啊！完全是善念，你一定健康长寿。啊，恶念带给你疾病。啊，有恶念造业，业也是从念头生的。啊，我昨天在此地给同学们说，煞到淫妄酒，这是恶业。啊，你造恶业。贪嗔痴慢疑是一切病因啊，怨恨恼怒烦是你病的源啊，脏腑失调，天地变异，这是果啊，病的果报现，果现前了。痛苦、短命、自然灾害，这是报啊，这报应的。无戒是善，中国圣人讲的五常仁义礼智信是要啊，只要回归到伦常，回归到无戒十善，你身体所有的病都能恢复，不需要医疗。为什么呢？一切法从心想生啊！你真的明白了，真的了解了，不但自己身体的里头的业转过来了，我们居住在这个地方的山河大地不会有灾难，也转过来了啊。那么在这一个地区修行的人越多，力量越大，集体的意识啊，确实能改变山河大地啊。啊，现在诸位都知道啊，科技的这个发展带给地球严重的染污啊，土壤的染污会给我们带来重大灾难。为什么呢？植物不会生长了，那五谷杂粮没有了，人都饿死啊！啊，土壤里头有毒啊，农药化肥呀！啊，河水里头有毒啊，这个东西多麻烦。啊，有没有办法改啊？佛经上讲的原理原则都能改，只要我们意念正，心地真的做到清净平等修，所有的毒素全化解了，不需要用医药，念头把它化解了，让每一个细胞，每一个粒子通通恢复正常啊，
这个理论上讲得通啊。啊，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到那去找细菌，绝对找不到；你去找病毒，绝对找不到。为什么？阿弥陀佛没有这些杂念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，天天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，都在那里学习经典，杂念没有了，恶念消灭了，啊，纯粹是正念，是善念，是佛念。道理就在这里。啊，于是我们又明白了一桩事情。要想这个世界人民过得健康，过得幸福，过得快乐，什么方法能实现？教学，中国老祖宗聪明了，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了，叫什么？叫伦常，叫道德，叫因果，叫圣贤教诲。啊，肯定可以实现。啊，这里头有一个总的原理原则，就是意念能改变一切嘛，不是在外头啊，是在自己啊。我们自己明白这个道理，一定要控制住自己。啊，一切处一切事，决定不让自己起过念。为什么呢？我要健康。我要幸福，我要快乐，不是从外头找来的，从里面找来的啊！心好啊，没有一样不好啊。心要坏了，什么方法你要调不好它？我说心坏了啊，所以这个心要转过来啊。学佛没别的，从前李老师讲，学佛干什么？改心的。要把不善的心改成纯净纯善的心，这叫学佛。啊，它带给我们是究竟圆满的幸福快乐。啊，所以极乐一切四相皆是无漏的妙相，又实相无相无不相。啊，般若经上常说啊，无相是什么？无相是体，就是常寂光。啊，无不相是什么呢？无不相就是前面的三土，十八土、方便土、同居土，有相啊。但是你的相即无相，你能看到这个。这叫中道地理地啊，像什么假象，不是真相，刹那生灭啊，就像我们看电影一样啊，我这里还有电影的底片。这是一秒钟，26章，啊，在放映机里面放映是一秒钟，24章幻灯片呐，
每一章都不一样啊，章章都是独立啊。你在荧幕上看到他就把你骗了，你以为是真的啊。啊，一张一张的换灯片，镜头打开放一张，再关起来又换第二张。那他换得快了，你眼睛来不及了，就上当了，受骗了。啊，一秒钟才24张。啊，这个道理我们今天明白了。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现实的世界就像我们在看电影荧幕啊，它移动比这个速度快多了啊，一秒钟多少张呢？1600兆，不是1600兆啊，1600兆一秒钟啊。我们这个电影在荧幕上一秒钟24张，这真相。正在看电影的时候也知道它是一张一张的幻灯片，它不是真的，每一张的像没有两个是完全相同的。为什么不相同？因为念头不相同，不可能有两个念头是完全相同的，不可能。这叫实相啊！你了解这个，这就万法皆空了吗？没有一个是真实的吗？啊，这个现象就摆在面前一分一秒都在那里，我们看一辈子都不觉悟，到死还糊里糊涂啊！聪明的人哦，了解这个事看破了啊，这叫看得破。看得破之后是什么心态呢？就放下了，不再干糊涂事情了。什么叫糊涂事情？把它放在心上就是糊涂事情，你就错了啊！好事坏事都别放在心上，全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，那你就得自在了，你就解脱了。啊，好事绝对没有贪念，坏事也没有怨恨，我就全是假的。啊，立刻就是空的，念念不住嘛。啊，念念无常，就这个意思。这才看出真相。所以体是空寂的，相也是空的，也不是真的。这叫见到中道了啊！中道就是究竟的实相啊，你看到了啊，所行一切的都是实相。菩萨见到了，什么菩萨？化身菩萨。因极乐所现之相呢，是无漏相、实相相，所以清净。啊，幕后这两句净严说里的说：“何不烈力为善求成，名利为善。”啊，这是解释。幕后这一句啊，净言是隋朝慧远法师，我们净宗第一代祖师也叫慧远，两个人名字完全相同，一个是在东晋一个是在隋朝啊，所以这一个小这个会员呢，我们佛门称它做小会员啊，就是隋朝这个慧远法师，他有
《无量寿经》注解，啊，叫做译疏，啊，《无量寿经》译疏是他做的，啊，叫净严疏，这个里面的解释，何不历历努力勉励为善求生？啊，就是要应当好好的行善事啊，求生极乐世界啊，这个就是立为善的意思。念道之自然，这念道之者，自然往生，名念自然也。往生一点都不勉强，自己功夫成熟了，自然往生。阿弥陀佛自然来接引。啊，最重要的，你的功夫要自然成就。啊，又会疏曰：“何不”两个字，这是极劝之词，即通而已。善有两种。称名念佛是本善，啊，善的根本。第二呢，广行诸善，回向得生。啊，一个是善之本，一个是善之助，是帮助你。啊，所以佛教导我们。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。啊，普贤菩萨十愿教我们随喜功德，功德就是不变的意思。啊，不要攀缘。啊，有这个机会，你遇到这个机会，做好事，你应当全心全力去做。啊，以这个功德回向求生净土，是好事。啊，如果去找善事去做就不好了。啊，绝不要去没事去找事。啊，那叫攀缘。啊，攀缘的心不好。啊，要把攀缘的心用来念佛就好了。啊，没事的时候念佛，有缘帮助别人是好事情。那么在今天这个时代，正法衰微到基础啊，传统文化好东西啊，能救国家民族，能救世界，能救正法，因为它是正法的基础。传统文化要是毁灭了，佛法肯定就灭亡了。为什么？它基础没有了啊！所以传统文化重要啊。啊，有这个机缘，怎么能不做呢？啊，也是一切时，一切处，有缘就要做。啊，今天最重要的呢，是正法的沉船。啊，沉船是两桩事情。第一个是资料，叫经书，如何能保存下去？我这次在日本讲经，
国内有个同学啊，到日本来听经，告诉我他想发心刻十经，把大藏经刻在石头上啊，藏住名山，希望这个经典不要损失。我就告诉他，如果来个大地震不全完了，你就那么一套经，如果那个地方发个地震全完了，他说那怎么办呢？我说古时候古时候人心厚道，地震少啊，地震是傲慢引发的。啊，现在人傲慢的多，从前人谦虚的多，傲慢的很少。啊，所以地震就少。啊，用这个方法可以。像现在北京房山的石经，啊，我去参观过。现在人傲慢多啊，那地震就多啊，就不安全了。最安全的方法，大量的来印啊，我们把大藏经印一万本，印十万本，分在全世界各地方都有，总不可能灾难就毁灭吧，肯定会留一部分嘛，这方法最好啊，所以就是大量印啊。啊，现在印刷术发达了，印得又好，成本又低，啊，所以一点想到这，我鼓励他了，啊，要用这个方法，啊，到处啊去存放，哪个地方能够接受就送到哪个地方去，啊，到处都放。啊，这好事情，尤其这些圣教有鬼神守护啊！啊，佛家所说的经典所在之处啊，即为有福，就有护法神有护。啊，他大概改变主意了，他告诉我他自己有钱，他说也不太多，大概有一个多亿。他就做去，说好啊，真正发心了，做这个好事。那么另外资料有了，保住了，如果没有人去学去修去弘扬，这个资料不起作用啊。啊，那么鼓励年轻人，培养年轻人，照顾年轻人，成就年轻人，大功德了，大好事啊！这个事情我们要干了啊！真正发心，从事经教的研修啊，弘扬，那这种人是过宝。啊，我们要护持这些人，要帮助这些人，要成就这些人，正法才能够久住，正法才能够弘扬广大，才能够利益众生啊！啊，这是第一重要啊！我们想了几十年了，都是没有缘，那有缘我们就早做了啊，没有缘不得已啊，我们也是算不错了啊，我们有网络，有电视啊，用这个来学习啊，跟全世界有缘的众生啊，什么有缘？他打开这个频道就有缘，我们共同分享，共同学习。
啊，人要殊胜，我们可以办一个书院，办一个学校，搞一个讲堂，啊，大家在一起学习。啊，如果同时我们有网络电视，有卫星电视，啊，那个效果就非常广大。这是现前地球上第一等的好事。啊，有钱的人很多，他没有这个智慧，他没有这个福气，这有大福报的人才能干的。啊，有钱没有福，他没想到。啊，所以有钱是福报，用钱是智慧。啊，有福报没有智慧，钱用错了，还要多三途，你说麻不麻烦？啊，所以智慧比财富更重要啊！啊，智慧不会多三途啊！啊，这是讲善有两种啊，广行诸善，回向净土，念通二种，念是能念，道是所念，道呢也有两种。第一个弥陀本愿是他利大道啊，不及自力修善，一超之辱，故名自然。到西方极乐世界是借阿弥陀佛的愿力啊，这不是自己的力量，这是佛的力量啊，佛这个力量太大太大，升到极乐世界去超越了，超越谁呀？超越了声闻、缘觉、菩萨啊。那就事实上来讲呢，就超越了六道，超越十法界。六道里的超越诸天，二十八层天超过了啊，超过了声闻、缘觉、菩萨。十法界里面的佛，你到十宝土去了，升到极乐世界就超越，这个超越不是你能力 啊，是阿弥陀佛愿力加持的。他第二十愿说，升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啊，这一愿他兑现了。所以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虽然你是住凡圣同居土，凡圣同居土里一切待遇跟十宝土没有两样啊，就是说像十宝土菩萨那样的待遇，这不可思议，这是阿弥陀佛的大恩大德了。啊，不是佛的恩德，任何人做不到。佛这是法四十八愿无界修行，他专修这个，就专修这个福报。啊，这样子，这个功德成就了极乐世界。啊，所以自然这个字的意思就很深了。啊，第二呢，三乘所证道，无为自然，性不造作，故一名自然。啊，三乘是声闻、缘觉、菩萨，他们所证的道是无为自然。啊，我们学白法明门呢，后面的六个无为法。六个无为法除真如无为之外，
三乘所得的无为，就是此地讲的无为自然。啊，他心不属于造作，没有造作这个迹象。啊，真正的无为只有一个，真如无为。啊，在经中就是常寂光，啊，常寂光里头确实是无为自然。虽互有二义，正在初义。那虽然跟你讲两种，真正的意思还是阿弥陀佛本愿加持你的自然。啊，你到极乐世界什么都别操心，一切享受全是自然的。啊，佛通通给你想到了。啊，我们自己想不到的，佛也给我们想到了。到极乐世界，感恩的心自然就生起来了。啊，那佛对我们太好，太周到了。我们想到全想到了，我没想到他也都想到了。啊，我们不敢想的，他都给我们想到了。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。净严疏意为善求生。啊，他以为善求生呢来解释地为善。以自然往生为念自然。其言简要，其意以行善功德回向净土，力求往生，这叫离为善，此说甚好。啊，这一句话是念老说的。啊，所以力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努力啊，努力为善。啊，但是为善呢，不求别的，完全回向求生净土，啊，作为我们往生的资粮。这个跟净严疏的意思就相应。啊，自然往生呢，这念自然。我们先前在这个世界，无论做什么好事、善事，啊，大善事、小善事，通通要回向净土。啊，我们就是为这桩事情而做的，念念的求生净土，这个念头好。因为一切法从心想生，我们没有第二个念头。啊，在这个世间，决定不求名闻利养，决定不贪五欲六尘享受。啊，我们唯一的一个心愿就是求生西方净土，亲近阿弥陀佛。这就对了。下面说自然往生为念道之自然，这所言过简，讲的太简单了。啊，会书甚至会书讲的详细，直指称名念佛为善知根本，是乃正行也。广行众善呢，回向得生呢，也是为善，是乃助行也。这个好，你看正助很清楚
很分明。啊，行善是助缘，念佛是正行，正助并举，主次分明，慧疏之长。啊，慧疏是日本古时候净宗的大德，他们做的。啊，无量寿经跟日本的语言非常深。啊，因为在中国自古以来，用无量寿经的人不多。啊，这个原因是什么呢？没关系，老居士讲得非常好，是因为无量寿经没有一个好本子，所以大家呢舍弃了它，多半学阿弥陀经，因为无量寿有五种译本，里头讲的不一样，到底译哪个？五种本子都学，太麻烦了啊！所以大家舍弃了。这就是为什么要汇集啊？第一次汇集，宋朝时候，王龙书居士他汇集，汇集并不完整。啊，王龙书居士只看到四种原译本，唐朝的《大宝积经》里面的《无量寿会》这一部分他没看到，所以他是四种本子的汇集本。而唐译的本子有很多重要的东西，其他四种本子没有。啊，比如说莲花化身只有他的有，其他本子没提到，这个太重要了。啊，所以舍弃无量寿经呢，采取弥陀经是有道理的。啊，无量寿经在中国注解就很多。啊，这个弥陀经中国注解本子多，无量寿经在中国注解本只有两种。啊，而日本跟这个经就特别有缘，这些日本的法师几乎都是善导的学生，就唐朝时候。啊，善导是净宗第二代住持。日本人对老师看得非常重。啊，所以你到日本去看，日本这个佛堂，祖师那个像比佛像大。啊，佛像都是小小的，祖师像很大。他们对祖师的尊重超过对佛。那什么道理呢？就像中国人小孩，你看对父母尊重，祖父母就差一点了，曾祖父母就更差一点了，越是远呢就越差了。啊，越是一近的时候他很重视。那什么直接传道，对吧？我的佛法是跟他学的。啊，所以日本对老师尊重。在日本善导师很多，用老师做名，名字做师名。你看到善导师那净土宗的。啊，所以善导大师的像。啊，木雕的。石雕的。泥塑的很多。啊，善导大师的像，这个智者大师的像非常多，他们学天台的人多。啊，祖师的殿都很大，比供佛的殿要大。
啊，到日本人看的这个样子。啊，那么在中国大殿的是功夫，祖殿在旁边一个小房间在祖殿，啊，日本不是的。所以日本《无量寿经》的注解，现在应该可以能够找到啊，30多种。 30多种，你晓得他们对这部经下的功夫多啊！啊，我这次去讲这部经，我告诉开林法师，啊，你在那里好好做一个工作，跟日本法师合作，从藏经里面把古大德《无量寿经》的注解。 把它取出来，印成一套《无量寿经》这个专辑，啊，应该有30多种，啊，通通是《无量寿经》注解，各家注解都有了。这个对于日本净土宗有很大的帮助，啊，希望大家呢好好的。 研究这部经典，学习这部经典，然后所有研究的都归到这个本子，这个汇集本。啊，念老这个注解也是汇集的。啊，193种资料汇集成的。啊，所以我们读他这部注解，就读了130多种，他这个里面。 有9种日本人的著作，啊，日本跟韩国的，啊，元晓法师是韩国的，啊，慧疏直指称名念佛为善知根本，这个这一句话很重要。 啊，与经义完全相应。慧疏里头又举出二义：以他力直超为自然；第二呢，以无为无作为自然，而以粗义为主，是此说极好。 啊，这一句话是念老的话，给我们提起来。啊，他而以粗义为主呢，是应该是原文。此说极好啊，这是念老对他的赞叹。盖净宗之妙啊！正如要解所云：“从四尺大理尺。” 但当老实念去，则无为无作等等，自然在其中。这几句话说得好，而且呢，还有证人，这就非常难得了。啊，我们知道。 东北刘素云居士，他就是一部《无量寿经》，十年，这是一个现身说法了，为我们做证传。啊，他在学习的时候，没人知道。 我们也不认识他，啊，十年学成了，我们才听到有这么一个人，啊，把他找到了，啊，见了面了，啊，他告诉我，说他学佛的因缘，啊，也是从朋友当中。
得到了一套无量寿经的光碟，不知道是光碟还是录像带，可能是录像带。那个时候十几年前啊，那个卡式的录像带，是我在台湾景美华藏图书馆讲的，他告诉我华藏图书馆讲的那一套啊，他每天听一个单词，一个单词一个小时啊，将这一个单词听十遍，他的功课就是每一天一个单词，就是他是十个小时，就实际上就听一小时的东西，重复啊，常识熏修嘛啊，这样听一部经，听完之后从头再听，也是这个方法听，一直听十年。除了听经之外就念佛，一点都不杂啊，真就专心。他说我只懂得一句话，听懂了叫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啊，他就真干了啊。十年下来了，当然肯定得三昧嘛，是念佛三昧嘛啊，真正的念佛三昧就决定有一点小神通啊，决定有悟处啊，这些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，被我们发现了啊，我们在讲台上一说说他出名了，很多人请他去讲开示，请他去讲经啊，尤其是面对大众解答问题，不怯场啊，没有把他难倒啊啊，这个没有误处是做不到的啊，请他讲地藏经，讲其他的，讲得头头是道啊，他没有学过，能讲是一经通，一切皆通。啊，别人问他，你怎么学成？他回答很简单，六个字：老实、听话、真干。啊，听谁的话呢？听经上讲的话。经是佛菩萨说的，注解是祖师大德说的，听懂了真干了、哎、他就成功了。这个成功不是平凡的，你问他你什么时候往生，他随时可以往生，这一点不假了，想走就走啊！啊，那为什么不走呢？还有一些有缘人要他帮助他得度啊，留在世间是帮助有缘人的呀。啊，你要问他今天世界上的灾难与他有没有关系？没关系。啊，一个随时能走的人还有什么灾难？没有了啊，这是给我们做出了最好的榜样，是无为无作，这是自然在其中了。现在时间到了啊，我们就学到此。